欢迎大家来到天一讲堂。今天我们讲座的内容是美元霸权的兴衰。自二战结束以来呢，美元在美国国力的支撑下，取消了与黄金并行的国际金融双轨制，逐渐成为了国际性的主导货币。那么美元霸权究竟拥有着怎样的一段兴衰史？研究美元霸权对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我国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究竟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先生，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丁先生。大家好，非常感谢能够到那宁波来，能给大家这个天一讲堂，跟大家一块儿交流一下一个关于这个美元在世界经济中间起的作用的这么一个心得体会吧。反正我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觉得呢，这个美国的经济霸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个货币霸权的基础上，而这个货币霸权呢，随着从2008年开始的这一次这个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吧，现在呢确实是到了一个转折点上了。最近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在谈。因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呢，人家对美元的信心越来越小，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事情又开始反弹，而所有的事情呢，都跟这个美国如何维持和树立它的这个美元霸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讲这个问题吧。先讲一讲，就是说这次前不久在这个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银行和这个国际货币组织的年会上呢，有一些这个国际经济学家，特别是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又重新说了一遍，说这次危机还没有过去，而且呢，可能这次危机还需要很长时间，5到7年可能才能够见到底。所以呢，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呢，使得大家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经济不是那么乐观，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爆发原点呢，都是2007年的时候美国爆发那个次贷危机引起的。这次这个危机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方兴未艾，但是呢，美国在对付这次危机上面呢，他的手段比较大，而且他干得比较猛。首先呢，就是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用了几次的量化宽松的做法呢，他基本上，因为是债务危机是从美国爆发的，所以美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金融机构手里面有大量的坏账。然后美联储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是把所有的银行里面的坏账都给包下来，然后换给银行一些新的钞票，就新的流动性，这样就把银行账给摆平了。那个美国的金融机构，他把坏账都交给了美联储之后，他当然就可以重新运转了，所以呢，在市场上就没有产生大量的恐慌。所以这次危机呢，它本来涉及的这种坏账啊和这种金融坏那种程度啊，要甚至远远大于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那次。但是由于美联储的这种大力的干预呢，使得市场上没有爆发那样的恐慌。到现在为止，美国经济的表现在发达国家经济里头呢，还算是好的。好于别人，他主要是跟他这个做法有关系。但是呢，这个危机从美国爆发的，却跨过了大西洋，传到了欧洲。首先是引起了欧洲的房地产泡沫，跟着它一块破灭。然后呢，又引发了欧元区国家的一些主权债务危机。然后从2010年开始呢，觉得现在世界经济大家的重心，大家的重点都在看欧元怎么样，欧洲区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要再反过来想一下，在危机爆发的2008年，当时觉得能够规避美元风险，能够保持这个自己资产的，就是欧元。所以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美元迅速贬值，因为大量的资本从美国撤出来，全都跑到欧洲去了。当时欧元不断的升值，然后欧元区成为这个投资的避风港。然后这个时候呢，也拱起了欧元区的这个泡沫，就是房地产泡沫啊、资产泡沫啊，也就是起来了。然后等到2010年，欧元区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呢，资本又开始离开了这个欧洲，所以到现在为止，欧洲仍然是这个不安定的地方吧。甚至是这个前不久，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里面还说，欧洲是全球经济衰退的元凶，就是如果要出事儿的话，那就是因为欧洲把全世界都拖下水了。因为中国的经济，比如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和去年相比已经弱了很多，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大幅的下挫。因为欧盟，包括欧元区在内的欧盟是传统上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所以中国对欧盟的持续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因为欧元区的这种持续的问题，使得它的需求萎缩很大，所以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大幅下降的话，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是欧元的问题。然后亚洲国家呢，在危机中间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外汇储备受损。亚洲国家现在是这个在全球经济上来看呢，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比如中国是，我们是这个第一号了，就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然后第二位就是日本。然后这些国家包括韩国啊、新加坡啊、台湾啊、香港，都是外汇储备的大的地区。所以呢，在整个由于美国的危机引起来的对美元的担心的过程中间，亚洲国家也在思索如何规避美元如果倒塌化对自己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个亚洲国家过去啊，实际上是一个叫影子下的美元区，也就是说，这些亚洲地区的货币过去都是跟美元挂钩的，都是以美元为参照的，或多或少都是一种非正式的美元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意识到，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的这种萧条，或者说是缓慢的增长，因为美国它已经算不上衰退了，但是从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它已经不算衰退了。但是呢，它增长的如此之低，如此乏力，使人家怀疑到它未来它的债务会有长期的问题。于是呢，这些亚洲国家就从危机以来，09年、10年、11年以来，这些亚洲国家展开了很多这种这个货币金融方面的合作的谈判，都希望加强他们这个本地区的经济和货币的合作，能够慢慢的所谓摆脱美元的影响。因为我下一步会想从技术上讲，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货币是一种非正式的美元区的话，你的整个的货币物价所有的这些影响都是受美国的影响。所以这些亚洲国家就开始要准备慢慢的脱离美元，但是这种趋势呢，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年的上半年。今年的上半年呢，中日韩还谈了很多关于如何加强本身的这个，比如外汇储备的互换，比如日本人刚刚决定从去年开始，去年年底和今年上半年开始跟中国谈，他们要购买大量的中国国库券、中国的国债作为他们的外汇储备，然后呢，这样中日之间就开始形成了这个储备的互换。下一步呢，就是要谈中日之间的
贸易结算完全不用美元，完全用本币结算，绕过了一个本币结算和清算。因此呢，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背后啊，让人怀疑都是美国人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目的是在于他能够尽量长时间的维持他这个美元的霸权。因为实际上你要看这个中日如果按照上半年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对于美元的霸权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因为中国和日本现在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然后恰恰这两个国家又是世界的第一大储备大国和第二大储备大国，外汇储备，然后他们两个国家里面储备的最多的就是美元资产。如果中日达成了一个协议，说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这么要不拿美元做参照了，我们这个美元资产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将来的贸易，我们将来的结算，我们将来的储备都是以我们的本币来做这个事情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对于美元的需求来说会有多大的影响，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美元在这个国际货币体系里面这种垄断地位霸权地位是不是很快就受到了威胁。所以这种事情是美国人很不愿意发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亚洲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就绝不是那么偶然，里边都有一个美国的背景。而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些事情，每一次发生亚洲，包括跟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包括跟日本发生的事情，它的美国背景都很明确，每一次都是差不多，或者是阿基诺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出了什么什么事儿，他好像打了鸡血一样，马上回来就说：“哦，这个南海的问题上，他要谁？”然后这个石原去美国访问，在这个传统基金会讲话的时候，怎么就那么突然的讲到他要出钱去把这个钓鱼岛买下来？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好像不是那么偶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吧，美国虽然还有这个货币霸权，而且呢，美国还有它的军事霸权，它的军事力量，它的军费开支，仍然实际上最大的，是后边十几个国家加起来也都比不过它。所以它的军事霸权也是它的货币霸权的有力支持。但是这一切都在变化，关键在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已经产生了动摇。美元的霸权呢正在衰落，就是说它已经是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未来呢它只可能是走下坡路，越来越下，因为它遇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讲一讲就是美元，刚才讲了，这是我的给下的一个结论吧，但是要讲起来呢，就是美元的崛起呢也不是那么偶然，它是美国一步一步设计起来的。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凡尔赛合约，当时的战胜国和当时的那个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在谈这个的过程中间，在那个时候呢，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了，它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最强了。但是即使如此，它在整个世界舞台上说话分量并不太重。在凡尔赛合约上，这个中间的这个人，这个戴胡子这个老头，是这个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在威尔逊参加这个凡尔赛合约的时候，他并不是主角，真正当时舆论注意的还是欧洲的，是英国的，是法国的，是德国的，是那些人。即使美国在当时已经是最强大的经济体了，他在凡尔赛条约里面他提出的那些东西并不是那么受重视。因此美元在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间
也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货币。它甚至当时还不如那些欧洲已经存在的，比如说，当然比不上英镑，因为英镑是最主要的货币。美元在当时世界体系里的作用，并不比当时的法郎、马克，并不比这些货币更重。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合约变化了以后，因为美国在战争中间向各个国家借了很多债，这个时候呢，美国就成了最大的债主，成了欧洲最大的债主。因为在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就向双方借钱，他借钱给英法，同时借钱给德国，掌握了各个各样的什么。战后的时候，在这个凡尔赛条约签署的时候，他又组织了一种还债的机制，也就是说，比如说让德国人如何把钱还给英国人，还给法国人，然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再把钱还给美国人，成了一种三角债。然后呢，最后的是英法要求德国的债务非常非常重，因为英法都觉得德国你是引起战争的，你是战争的这个罪魁祸首，你引起了战争，所以你必须要付很多的钱。而这个德国呢，当时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也就是那个战争赔款太高，以至于德国拼命生产拼命出口，你也还不清那个债。所以呢，最后呢，就造成了一场经济混战，就是如果英法拿不到德国的赔款的话，英法就还不起美国的债，因为美国在战争的时候借给了他们很多钱，为了打仗借给他们很多钱。然后战后的这个1918年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头，英法是它的恢复没那么快，它是要靠德国还给他们钱才能还上美国的钱，而一旦德国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出了问题了。然后正巧因为欧洲这个形势不稳定的时候呢，美国人就开始呢拼命的囤积黄金。他这个囤积黄金呢，也不完全都是这个以他为基础的吧。因为打仗，在1914年的时候，不是欧洲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从1914年到1924年呢，在这个期间，就有大量的黄金，因为为了躲避战争而大量的流向美国。大概在这个十年，流向美国的黄金总量远远超过了美国从建国到1914年前的那138年的总和，就十年之间从欧洲流向美国的黄金量要超过美国100多年的历史，它这个黄金的积累量。这样主要是为了那个躲避战争，大量的黄金就流入美国了。然后呢，等到这个20年代，这样的那个大量的黄金吧，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造成了什么的后果呢？一个就是说，有黄金流入美国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货币啊是以金本位，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发行这个货币的数量跟你的黄金储备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你的黄金储备越多，你可以发行的这个货币量就越多。由于流入美国的黄金量越来越多，这个美联储就它的中央银行可以发的这个货币就多，而货币和物价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货币发的超量，你的物价一定得往上涨。这个时候呢，物价涨呢，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通货膨胀，一个就是资产泡沫。这么多的这个黄金流入了美国，然后美国又发出了那么多钞票，一下就造成了一个美国的资产泡沫期。20年代的，就是这个20世纪20年代，1920几年的时候，美国最先出现的就是一个房地产泡沫。那个时候的那个美国人可以到，主要是开发，不是需求住房，而是说这种资产式的住房。
美国人大量的跑到佛罗里达那些地方去造房子、造别墅、造第二住宅、第三住宅。然后呢，实际上当时的这个佛罗里达有很多地区是不适宜造房子，沼泽地什么的，他们用很大的机械把这个土泥土都换了，然后再来造房子。这个就是因为觉得房价要不断上涨，然后呢，这些这个特别房地产泡沫总是，如果你要政府不控制的话，它总是到一定时候就要破灭。所以到20年代中期的时候，1925、26年的时候，它的房地产泡沫砰就破了。破了以后呢，就像这次美国出现的问题一样，房地产泡沫一破以后，整个那些投资就不值钱了，就亏了。所以当时美国就出现了一次萧条。出现了萧条之后呢，幸好上一次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次技术泡沫，就股市啊。当时这个20年代是美国的这个电器发明的时代，有点像，就是美国这次2000几年这个危机啊，我们应该把它看长一点，因为它是一个这一次这个叫所谓信息通讯技术泡沫破灭的后遗症。因为它是从2001年、2002年的时候，它的美国的技术股那个叫技术泡沫破灭，就是以这个互联网的这些公司带动的这些股票。我们记得上个世纪，就是1990几年的时候，美国的股市当时疯狂的暴涨，那个时候股价拼命涨，就是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凡是跟互联网、跟这种通信技术有关的企业，都会无限的涨下去。所以当时他们是拼命的涨了一下，所以等到2001年的时候，这个泡沫啪破掉了。破掉之后，幸好这个房地产泡沫又接上了，所以让这个泡沫一直涨到了2007年才完全破掉。但是上一次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呢，先是房地产泡沫破了，也就是2006年左右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就破掉了。1925、26年的时候，房地产泡沫破了，但是很快呢，当时因为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场非常快的公司股票泡沫，就因为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美国电器发展的时代，电冰箱、洗衣机这种电器，在1920几年是大发展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跟凡是跟电器有关系的这个公司的股票暴涨，然后这时候大家都拼命的，就是从那个房地产这儿撤回的资本都投入到股市了，都去买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市场的这个泡沫又繁荣了几年，一直繁荣到1929年，然后29年就出现了整体的崩盘。这个就是这个照片，就是看当时这个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多么奢华，在佛罗里达可以建这种别行就是宫殿一样的这个别墅，然后等到这个危机爆发了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时候，这是当年的这个华尔街，就是1920几年的时候，美国的股市开始发展的时候，还不是像今天的股市那么发达，华尔街就这么样一个这个真正金融交易，就是这个在街上这么几个人交易，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债务的这个崩盘。一开始因为这个大量的这个黄金流到美国，然后美国就开始发货币，发货币就引起了资产泡沫，引起了这个房地产泡沫和这个股市泡沫。然后有一点像这次危机相同的这个道理呢，就是美联储开始提高利息。美联储开始说，哎呀，有这么多这个黄金流进来，然后这个货币发行可能过高了，所以我现在要限制一下这个市场流动性，就开始这个提高利息。然后1929年8月9日的时候，这个纽约联邦储就是那个储备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6%的时候，也就是说它不断提高一次两次提高，一直提高到6%的时候，突然股市就崩了。就是
股价一崩了以后呢，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很多很多金融机构都把它投资啊，把这个钱都投在这个市场里面，突然他们资本不足，资本不足以后，他们就开始了从欧洲往回撤资本。过去呢，在欧洲是一个，刚才我讲的是有一个三角债式的关系，是美国借钱给德国，德国生产出来了钱以后，拿出一部分钱来还债，就还战争赔款，还给英国和法国，然后英国、法国再拿他那个钱来还美国在战争一战中间欠美国的钱，有一个三角债的关系。然后突然，美国给德国提供的贷款的这条链条断了，因为这个美国股市出事了，他需要这个往回撤资本，这时候德国就还不起了，德国就无法还给这个英国和法国这个战争赔款了。而德国还不起战争赔款的直接结果呢，就是说英法也还不起美国的债，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三角债，它是可以不断的循环的，这时候突然就断了。一中断以后，整个就出现了一个大萧条，所以上个世纪30年代是一场大萧条的时代，全球经济都进去了一个大萧条。大萧条之后，就是最后只能靠战争来解决的事，于是就开始打仗。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即将战争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1944年的时候，1944年10月，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个当时这个已经看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战争的两个阵营很明显了，就是后来的战胜国们就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国家公园叫布雷顿森林，在那个国家公园里边开了一个会，来这个研究战后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因为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些比较混乱的国际经济秩序呢，是导致战争的原因，所以他们说要重新恢复这个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秩序，以防止未来再产生战争。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在那边开了一个会，开了一个会呢，主导这个会议的主要是两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美国代表团、英国代表团，其他国家代表团，这些国家呢，它对于国际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来说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建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所以当时呢，只有美国和英国两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是以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副部长这个怀特提出来的，另外一个呢，是以英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比较有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提出来的，所以拿出了两套方案。凯恩斯呢，当时就认为，为什么会这个产生经济萧条、产生战争呢？还是因为货币金融出了问题，所以要解决货币金融的问题，要彻底杜绝未来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什么呢？造一种世界货币，用一种专门的世界银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中央银行去管理这种货币，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他甚至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是说未来的货币名字他都想好了，他说叫Banco 这个意思就是从这个英语的这个 bank 过来，英语的这个银行叫 bank 嘛 ，bank 变体就变成 banco， 所以他说那个时候 banco 应该成为一种世界的这个货币，然后用这种世界货币代替现在的各国货币，这样将来就永远不会出现一到经济萧条的时候，各国家都相互的这个来让自己的本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经济的出口竞争力，因为这个呢会引起战争。但是呢，美国的方案不是这样，美国的方案是什么呢？是以美元作为未来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以美元来代替未来的所谓人造的世界货币。这两家实际上都有自己的道理，因为英国它已经不行了，它战争中间它如果不向美国借钱，它是无法打仗，它这个完不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呢，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美国和英国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叫土地租让协议，也就是说，美国人借钱给英国人，英国人拿这个钱买美国的武器，去跟这个德国人打仗。但是呢，这是一个欠条，这个欠条战争之后要还的。这个欠条还了多少年呢？这个欠条 London Lease 当时通过的一个土地租让一个协议，后来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英国人一直在慢慢的还这个债。这个债我后来查到了，这个债他一直还到1997年才还清。所以你说他还了半个世纪的这个债才还清，而恰恰是美国人利用了这个英国人欠的债，在很多程度上对英国人实行了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中国人借外国人债，是不是我们太有钱了？我们还有很多穷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帮助，需要发展。其实你要反过来看的话，你发现借钱给别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有的时候你是控制别人的一个手段。当然这是随着你的国力的强大，你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变成这样。美国当时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是把借别人钱当做一个他控制别人的手段。这个时候呢，怀特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我美元为中心，别人都是以我这个东西来做。因此呢，因为当时在那次会议中间，美国是绝对的强势，所以美国的方案呢最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而不是英国的方案。美国的方案呢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然后其他的货币都跟美元挂钩。美元当时定下来的是一个这个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一个固定的汇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行我的这个美元，其他国家都是跟我美元来挂钩，这样我就有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黄金美元体系就这样形成了。而这样呢，因为其他的货币都必须要跟美元挂钩，所以大家都必须得去攒美元，你才能保证你自己的货币的购买力。所以这样呢，就无形中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美元需求。你如果比如说中国任何一个国家你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的话，你发行货币就会有问题。所以当时国民党政府就有问题，因为他发行货币远远的超过他的美元储备，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通货膨胀。这是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元如何来这个建立它的这个影响力和它的扩张能力，就是通过它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是当年那个原来这个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主席，也就是他军队最大的那个领导人，同时呢他又当过国务卿，所以他对这个整个这个国务卿就是外交部长了，美国的外交部长，所以他对这个国际事务有很多的了解。然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跑到欧洲看了一遍，他就发现当时实际上苏联的影响迅速扩大，有可能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战争之前是这个经济衰退危机，然后就是战争。经济危机呢，所以在这个整个欧洲这些所谓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呢，有很大的这种左派力量，都是觉得这个事情是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们造成的，
所以左派政党的势力很强。在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这些势力呢，通过这个苏联对东欧的影响，很快就影响了西欧。所以当时的这些西欧国家里头，共产党的力量很强，甚至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可以通过选举让共产党和平的上台。这个时候，马歇尔跑到欧洲转了一圈，就发现，哎呀，不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美国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可能这些西欧国家都会倒到苏联那边东方阵营去了，美国就孤立了。所以从这个政治角度出发呢，马歇尔回去就在国会里面宣传，我们需要帮助欧洲。其实帮助欧洲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一个从政治上讲，它可以防止让西欧完全倒到东方阵营去。另外一个呢，这个在战争期间啊，美国是靠这个发动了全部的生产来走出了当时这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是呢，美国拼命生产的结果也造成了一种什么东西，造成了一个美国的生产力啊，在很多方面都是过剩的。因为战争时候你有很多战争的需求，很多需求不是你需要的，是前线需要的，比如他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要提供给英国，提供给法国，提供给前线的。然后这些事情战争一停以后，就可能马上面临的是过剩。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都看过一点马克思的书，比如说《资本论》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知道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典经济学家都解释过，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所以当时美国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生产过剩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向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也是输出美国过剩生产力的一个办法。所以确实马歇尔计划对于美国来说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下解决了好几个问题，解决了美国生产力过剩，解决了如何这个保护住这个当时自己的这个西欧这个阵地不被这个苏联拿走，另外一个就解决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一个如何让欧洲人认同美元的作用，就是怎么样树立美元霸权的作用。就是因为大量的这个马歇尔计划援助都是美元计价，美元做的，拿美元支付的，所以呢，给了你这么多援助，有一大部分援助，但是也有很多是贷款，贷款也都是以美元的贷款的，这样就做成什么？做成了你欧洲这些国家培养这些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使用美元的习惯，就是你必须得使用美元。你必须将来用美元还我，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美元的习惯。所以一个是美元黄金挂钩的制度，一个是马歇尔计划，使得逐渐的造成了这个美元在这个地方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在远东就爆发了一场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后呢，实际上对这个世界的金融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都在讲这个的时候，只是讲这个在这边的影响，在这个中国造成的影响，在朝鲜造成的影响。在朝鲜战争呢爆发了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突然因为这场战争，把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全部冻结了。你把中国在，当然这些资产都是这个国民党政府时期在美国的资产，但是有很多资产一旦冻结了之后，你后来的中国政府就不可能接管这些这个资产。但是呢，美国的这个行动呢一下子把谁给吓坏了，把美国的西欧盟友给吓坏了。然后他们突然考虑到说，美国哟，美国很厉害，他可以为了一个任何一个理由就可以把所有的资产都给冻结了。所以当时呢，本来这些西欧国家
它都是在美，因为你之后推行美元啊，推行一个马歇尔计划，他们有很多美元的东西，他都是把美元又拿回美国的，拿回美国投资都放在美国的账户里头。而这个美国冻结中国资产的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这些欧洲人就害怕了，于是乎他们开始考虑有什么办法不让这个美元回到美国去，也就是放在欧洲做，让你美国控制不了。如果我把这个美元还像以前一样再投回美国去，变成美国的，在美国的资产的话，那么有一天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西欧国家跟这个东方集团，就跟苏联、跟东欧国家过去有很多生意，他们担心美国会以冷战的名义突然把这些西欧国家的资产都给冻结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不敢把美元拿回美国去投资，开始在伦敦市场上做美元的生意。因为当时美国这个美元是这个储备货币嘛，因为它是国际货币里边唯一一个跟黄金等值的一种货币，然后别的货币都是跟美元挂钩，所以实际上有一种美元需求。然后这样的美元需求，每国家都有的话，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美元需求。因此呢，你在伦敦市场上，在欧洲市场上做美元，总是做得出去。所以呢，就在欧洲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欧洲美元市场。若美元市场被吓出来的，是被这个欧洲人吓，是担心有可能会出事儿。然后这个欧洲美元市场，待会儿我要讲欧洲美元市场，实际上在后来在美国的那个过程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呢，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元挑战英镑，而且彻底把英镑打垮的一个故事。那就是在1956年，中东发生一件事，是这个埃及。埃及当时的那个领导人纳赛尔呢，就搞了一个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因为苏伊士运河在一战以前、二战以前是这个一直由原来是由法国人控制，是由因为是由法国人开凿的，法国人开凿以后，法国人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有了一个专门的这个专属权，也就是控制苏伊士运河开发多少年的专属权。后来那个法国因为开发这个钱不够，就把它的一部分卖给了英国人，所以后来苏伊士运河是由英法共管的这么一个运河。然后1956年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纳赛尔上台以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由国家控制，所以呢，他就强迫地采取了一种赎买政策，就是说我把你国有化了，我给你一笔钱，让你们英法退出去，我这个事情是埃及来，我自己要来控制。然后一国有化了以后，这个英法就不干了，英法呢就说联合了以色列，就对埃及发动了一场战争，发动了一场这个苏伊士运河战争，又把这个运河重新抢过来。但是我们知道，在50年代战后呢，就是美苏想建立一种两极的这个世界秩序，也就是说，他们俩是划势力范围，谁是谁的势力范围，然后谁在谁的势力范围以内，你就不能够来惹我。然后这个时候呢，英法突然去这个占领苏伊士运河呢，就被美苏都认为是对这种两极世界的挑战，等于说是你挑战了我这个控制世界秩序的能力。所以当时在联合国安理会里边，美苏都开始表示坚决反对，要让他们停火，让他们撤出去。当时呢，美国人也在这个联合国里面指责英法，让英法马上停火，把这个事情撤出去。但是英法是老牌的殖民地，老牌帝国主义，都觉得自己还有势力，所以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也不愿意听美国的，那时候还没有觉得这个美国好像是那么强大，是那么可以这个发号施令，所以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认真。
英法都没有撤兵的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迹象。这个时候，美国人就采取了一个办法。美国人知道英国人当时的财政很困难，所以说呢，美国人就开始在市场上拼命的去这个去卖那个出售英国的这个国库券。因为这个当时我们认为他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是一种所有货币都跟美元挂钩，美元又跟黄金挂钩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当你拼命的抛售英国国债的时候，英镑就受到了压力。英国为了维持它和美元之间的关系呢，它就要不得已啊拼命的买入它的这个英镑，它要买入英镑，卖出美元，才能维持它自己的这个自己本币和美元之间的这种固定汇率。而在拼命卖出美元的过程中间呢，它的美元是作为外汇储备啊，它是有限的，很快他就把他的那个美元都花光了，卖掉了，不够了。这个不够的时候呢，他这个他的英镑就要不得已贬值了，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呢，在这种通过买卖这种这个过程中间呢，英国损失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他在56年的9月份，他就损失了5700万美元，10月份就损失了8400万。11月份就损失了2.79亿美元，他这个损失很快就占了他的外汇储备的15%。如果美国人继续玩下去的话，那英国的外汇储备就会耗尽。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英国政府一看不行了，只好接受了美国的建议，说：“那我停火，我撤军。”所以在1956年年底，英国只好停火，最后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当时那个美国那个英国的财政部长麦克米伦就非常非常这个悲痛，他回忆到，他说这个举动啊，英国最后的举动是一个衰落大国的最后喘息。然后当时他非常气愤的那个跟美国人说，大概再过200年，你们美国也会像我这样有这种切肤之痛。说你别看你美国今天这么得意，你拿这个你的财力和你的货币害了我一把，说将来可能200年以后，这个历史轮回又会轮到你头上，你可能也会遭到这个这么样的这个报应吧。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影射货币在国际关系中间确实不是一般的武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这个方面的武器。当时就通过这个挑战英镑的方向，美国人第一次展示了美元的力量，而且确实让人家觉察到，他用美元可以解决了很多这样的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事情发生的比这个麦克吕伦预想的要早得多。麦克吕伦就是说，可能要200年之后。你才会这个美国可能才会尝到英国的这种受辱的滋味，但实际上，56年发生的事情吧，到这个60年代后期，这个美元已经出现了第一次紧张。第一次提出美元虽然在国际体系边有这种霸权地位，它享受了这么多好处，但是第一次提出美元。有问题，美元有可能出现危机的，是一个比利时人，比利时经济学家，叫罗伯特·特里芬。然后这个人呢，因为长期在美国教书，在美国的好几所那个常青藤大学教书，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曾经是这个国际货币组织特别顾问。所以呢，在我们中国的舆论里头，在中国的包括一些教科书里面和一些报刊文章里面，都提到过这个人，但是经常有错误的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其实他不是美国人，他是比利时人，而且他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罗伯特·特里芬他当时在耶鲁大学教书的时候，60年代末，
他就第一个提出了美元的悖论的问题。他就说，你美国是一个美元是一个美国的货币，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你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有一个基本无法完成的两难。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美国没有赤字，没有贸易赤字的话，别人就不会有美元。别人怎么才有美元？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元储备，是因为我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从中国美国买的东西远远小于我向美国我卖给美元的东西，这样我就有很多贸易盈余嘛，美国就对我有贸易赤字嘛，只有美国有贸易赤字的时候我才能得到美元嘛。所以说它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它如果没有贸易赤字的话，别人就没有美元。别人就如果别人没有美元的话，那别人因为美元是一种主导的这个是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里的储备货币，所以说如果没有储备货币，别人的货币就没法发，就是紧缩，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信贷不够，信贷紧缩的问题，所以别人一定要有足够的美元，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货币发行。所以美国必须有很多的这个外贸赤字，别的国家才会有那么多美元。可是恰恰这又是又一个悖论在于，如果美国的外贸赤字太多，也就是说欠的账太多，别人就会怀疑美国将来会没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如果别人会怀疑美国没有偿付债务的能力的话，那么美元就会有危机了。所以他说，美元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做国际储备货币，它是根本上讲是有一个悖论，有一个隐藏的危机在里头，所以很危险。他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当时就提出一个建议，他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够成立一个人为的货币，来避免以一个本国货币来代替国际储备货币的这种尴尬局面。所以呢，其实他提的问题呢，特别像当年英国那个英国代表团凯恩斯提出的那个东西。凯恩斯当时不就是搞一个这个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发一种统一的世界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特里芬呢，他没有说的那么像凯恩斯说的那么绝对，他说这样干脆我们就在国现存的体系里，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这种范围里，再做一个相当于这种班科一样的这个世界货币。这个货币呢，它就被他称为特别提款权。可能大家也注意到这个词在最近的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也出现过，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就是一个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货币计算单位，它是以各个国家的货币按照比例加权，按照你各个成员国对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捐的钱，你的贡献，按照这个计算来构成的一种人为的货币。一旦你这个国家在这个外贸进出口啊，因为这边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问国际货币去借这种东西，就是人为的货币，借了这种人为的货币，再来拿这个东西来兑换你的各种各样的债务。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债务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的美元债务到期了，你突然发现你没有那么多美元，你还不起的时候怎么办？你需要向别人借，问谁借？你就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你借的时候不是借美元，而是借这种特别提款权。你借了一些特别提款权以后，你再把借多少按照那个比例再换成美元，再还你的美元账就完了。比较复杂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可以避免美元的刚才那种悖论。这个他设计了这么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
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人接受了，但是后来却，我看下面要讲，他却没有这个被真正的落实，直到这个2010年，我们的这个央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又重新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现在大家又在讨论这个特别提款权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储备货币。当时这个特里芬就提出这个事儿，然后在提出这个事儿以后呢，真正对这个美元的这种霸权提出了疑问，而并把它这个落实起来的是当时法国的总统戴高乐。戴高乐呢就认为这个美国的美元这种霸权给美国提供了无数的好处，所以呢这个法国开始挑战美元的霸权。当时法国在战后呢都是一个战争盈余国，就是一个贸易盈余国，就有大量的那个贸易盈余相对于美国，所以他有攒了大量，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攒了大量的这个美国债权。然后呢因为当时这个60年代有朝鲜战争，有越南战争啊，有什么，就是看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造成了那个美国的财政开支过度，然后这个贸易逆差迅速的增长。这个时候呢法国人说你这个这样持续下去，你的美元是靠不住的，而且呢你这个你是因为美元有一种这种特殊的霸权，所以你美国才能享受了这么多好处。那法国就有意的去把他的这些美国的债权去换成黄金，因为啊在战后建立的这套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啊，它有一个弱点是在于美元是跟黄金挂钩的，而且美国是有义务要让你去兑换黄金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把你手中的美元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这种官价去美国美联储的这个银行去换成黄金把它拿走。所以当时呢因为法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美元的债权，他就把那些美元拿到这个纽约联储去换黄金，这样就开始法国一做，别的欧洲国家看看，哟，是不是法国有什么内部的消息啊，他知道这个美元不可靠啊，那是不是我也觉得我也应该去换啊，所以荷兰啊什么这些国家他们也跟着去换，所以一下就造成了美元的挤兑。当时呢当然最大的这个黄金储就是这个美元储备国，美元债权储备国是西德。当时西德呢也有大量的这个美元储备，这个时候这个戴高乐就当时想拉着西德一块干，然后那个西德因为是战败国，因为在西德土地上还有美国的驻军，所以西德曾经也怀疑过这事儿，也想跟法国人一块儿干，但是刚要干美国人那边就威胁他了，同时又威胁到了这个西德财长，说来这个西德想了想最后说那我不干，等到其他的欧洲国家都跟着法国一块儿去看黄金的时候，只有西德政府发表了一个正式的这个文件，说我不会把我的美元债权都换成黄金，这个给美国打了一个强心针，要不然那一次第一次美元危机就可能垮台了，美元那次时候就垮台了。即使西德不参加，就法国引起的其他的荷兰这些国家都跟着他去换黄金的时候，美国人突然就急了，因为美国财政部啊一计算就发现美国的库存黄金只占它的对外的债权的一半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西欧国家都拿着这些美元跑到美联储去要求兑换黄金的话，
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已经不够了，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那美元一定要危机了，就开始在市场上开始，美元已经就是等于说当时有一种两种价钱，一种官方价钱，一种是影子价钱，市场上的价钱。这个时候的这个美元已经不是一盎司黄金35美元了，大概已经变成一盎司黄金等于50几美元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决定，那干脆违约了，那就是说我不换了，我就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就是我不允许你再拿美元到我这儿来换黄金了，你来我也不给你换了。这是美国第一次违约，所以说现在舆论有人在讨论美国是不是会违约的问题。其实美国已经违过一次约了，那次就是最大的违约，布雷顿森林的瓦解就是最大的违约。美国说我不给你换黄金了，你拿多少美元来我也不换了。随即美元就大幅贬值，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当时这个体系就瓦解了。这个之后，这个体系呢，就大概从战后吧，从45年一直存在到这个71年，存在了20多年。然后这段时间呢，美国在这个体系中收获了什么呢？美国收获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它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欧洲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换回美元，然后呢，再购买美国的短期债务。美国呢，再利用这些欧洲收入的资本到欧洲去投资，投资就转化成长期的债务。因为国债的期限短，利息低，所以呢，即使美国支付这些东西，它也没有什么影响。反过来呢，美国人拿到这些钱，到这些地方投资呢，它的收益高，而且它还附带很多条件，像刚才在西德投资，它就有很多政治条件。它利于美国长期的去控制这些地区，去攫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整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形成这么样一种循环。其实今天反过来我们想一想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就在这种比较开放的经济条件下，美国在中国也享受同样的好处。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获取长期投资的回报。美国在中国投资回报率前几年是在20%。年回报率，然后我们收到这些美元以后，如果在美国投资，比如说跟一样，我去买美国的债务，它的债务的回报率大概是4%左右，3%到4%左右。所以呢，你等于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中间被美国去赚走了。同样是一种交换的投资，它中间就差这么多。美元第一次危机之后也产生同样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跟今天比较像的问题，怎么办？美国怎么才维持这个东西？然后美国就想了几个办法，一个就是再造美元的霸权。美国是有意识的做这个。在1967年的时候呢，197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呢，就是这个叫也被称为赎罪日战争嘛，就是突然的，这个在赎罪日那一天就发生了这个阿拉伯国家啊什么东西对那个以色列发生一次大战，然后以色列又开始反击啊等等，反正搞了很大的一次战争。然后为了这个惩罚以色列吧，就是当时的这个阿拉伯产油国就搞了一次石油禁运，对这个以色列及西盟国就包括美国和西欧国家，就引起了一次石油危机。然后就在这次为了解决这次石油危机吧，当时就是基辛格是那个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就开始了一个所谓穿梭外交。当时一个穿梭外交就是到处乱跑，去这个奠定石油美元的基础。然后他因为不断的在跑动中东过程中间呢，他就跟这个石油输出国的组织，特别是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说，未来啊，
这些石油输出国组织只以美元作为唯一的定价和交易货币，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在任何地方去买石油，你一定要付美元，这是当年留下来的后果。你比如说，我们向俄罗斯买石油，你现在付的仍然是美元；你向加拿大买石油，你付的也是美元；你向尼日利亚买石油，你付的还是美元。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买石油，它一定是以美元定价的，而这就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美元需求。这当时就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局，因为当最开始的美元霸权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因为美国当时的黄金储备占了世界的黄金储备一半，所以当时美国有能力做这个事儿。然后后来美元危机之后，他不能做，那个美元开始在这个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的地位产生了动摇。这个时候，美国人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又基辛格搞了一个石油美元的这个定价。石油美元一旦定出来以后呢，因为石油是最重要的能源，是各个国家都需要的东西，所以它无形中就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美元需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断的美元回流。这些这个石油生产国，它卖石油得了很多的美元，然后拿美元又回去买美国的国库券，就把美元这个提送回到美国，然后就不断的形成了后来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美元。现在的美元就是一个纸币美元，它已经没有什么支撑了，唯一支撑美元的就是这个石油的价格，因为它是跟石油连在一起的。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因为需要进口石油，所以你不得不存有大量的美元。然后这些事情呢，在80年代产生了一个变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一次美元石油危机之后，美元大幅贬值，造成了一种什么？造成了一种石油价格什么价格暴涨。现在今天我们仍然看到这个现象，就是美元和因为美元是石油的定价货币，后来所以美元就进一步过渡到其他大宗商品的这个定价货币。到今天为止，基本上的这种比如说铁矿石，比如说这个铜，比如说粮食，这些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定价的，是因为都随着美元，都随着石油走了，基本上都是以美元定价的。然后这样的定价机制就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只要美元贬值，那些价格就往上涨，产生了这样一种连带关系。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呢，是一个美元贬值，然后那种大宗商品拼命涨，大宗商品拼命涨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就产生了一个通货膨胀。70年代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而我怀疑这个时代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重现，因为美国的债务现在这么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心的问题。可是呢，这个经过了70年代10年的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对于美国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债务都是以美国美元定下的，而通货膨胀呢又是美元定价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通货膨胀就是很大程度上让的美国的债务啊减轻，就是你等于说你还的那个价格好像表面上债务是一样，但是因为你的货币不值钱了，所以你还的那个对于那个债主来说就无所谓了。所以基本上经过了这个10年的通货膨胀吧，美国就基本上把他欠西欧的那些债还的差不多了，通过通货膨胀这种手段给冲息了。所以呢，等到了80年代的时候，1980年之后呢，美国大概就可以不太怕这个事儿了。这个时候呢，美国恰恰又，你很难说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算计的那么准，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美联储换了一个主席，美国换了一个总统，里根上台了。
这个美联储主席和这个总统恰恰都是相信，世界经济的最大的灾难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要治通货膨胀。要治通货膨胀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利息。所以呢，当时的这个美联储的新的主席沃尔克就执行了一个高利率的政策，就是说要遏制通货膨胀，走出当时的经济滞胀。当时这么一搞，他在整个70年代，他的利息率，就是他的指导利息率，跟今天美联储的东西非常像。今天美联储比当时呢还要宽松。今天美联储的政策是什么？大家知道吧？他是说他要维持所谓0到0.25的政策，这个货币政策维持到2015年，也就是根本不要钱。就是你现在向美联，你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你向美联储借钱，那是不要钱的，0到0.25，基本上没有利息。非常宽松，在70年代比现在宽松一点，也没有这么宽松，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你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你借钱不要钱，你谁都傻瓜也会去借钱，因为你还的钱是越来越少的，你等于白用这些钱。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呢，它可以让经济转起来，然后可以让它的实际债务减轻。这个时候呢，但是呢，突然新的主席上来了以后，就提高了一个高利率。他说：“我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就要提高利率。”这个现在所谓隔夜拆借利率，就是美联储制定的利息，在当年最高的时候曾经提高到20%，今天是0到0.25，那时候突然提高到20%，你想那对市场是什么样的影响？突然的货币紧缩，所有的货币都回到银行去了。因为你可以有那么多高的收益，你的利息有那么高。然后这个时候呢，美国就开始实行金融自由化利息，就开始逼着其他国家都开放市场，说大家都要搞金融自由化，你必须得，特别是通过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强迫那些发展中国家，你接受援助的这些国家都要开放市场，都要实行金融自由化，让这个资本随入进入。这是我讲了，那个时候的美元因为是跟石油挂钩的，所以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个巨大的危害。一个巨大的危害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因为七十年代除了美元危机以后，还发生了两大危机，一个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刚才讲到石油禁运，第二次石油危机就是因为伊朗伊拉克发生了战争。就产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因为伊朗和伊拉克当时就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他们两家一打仗，就使得石油生产突然减少了很多，一下产生了两次石油危机。然后在这种石油危机的情况下呢，因为美元很便宜，借美元很便宜，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呢，非洲的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开始因为他们有石油，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开始借了美元去开发石油，因为当时这个美元那么低，美元又在贬值，石油那么高，石油又在危机，所以借美元开发石油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可是突然到了美联储换届的时候，这事儿就变成了负担了，因为美元突然变得坚挺，因为他把这个利息提得这么高。而刚才我讲到了美元和这种石油啊什么这种价格是一个反向的过程，美元一坚挺，那个价格就往下掉。石油危机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价格今天又不一样了，当时石油危机的时候，整个石油最高的时候涨到了38美元左右一桶，因为它是从1-2美元一桶涨到了38美元一桶，非常非常高。然后呢，等到这个美联储换账换了这个新的主席以后，他换了货币政策以后，他提高利息以后，那个石油哗啦就掉下来了，石油掉到了当时7点几美元，不到8个美元一桶，从38美元掉到了不到7个美元一桶，
当时那些借美元去开发石油的国家，基本上都陷入了债务危机。他们本来是准备，我可以出口石油换回美元，还我借的债，而你美元因为在贬值，所以我还你我不怕，我还有收益。这个时候等到美元突然坚挺的时候，石油价格跌下来的时候，你想他还债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呦，这个债务怎么变得越来越重了？因为那个债务是变的，就像今天这个美国的房地产这个次贷的问题一样，它的利息是会变的。你的债务利息突然上涨了，因为美联储提高利息了，你的债务一上涨，债务利息一涨，你的那个你卖出的东西的价钱却下跌了，那你当然就还不起债了。所以八十年代爆发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基本上当时的墨西哥这些国家，墨西哥、巴西什么都陷入了这场主权债务危机。同时呢，这场这个美元战里边还有一个美国对苏联发起的一场经济战。当时那个里根不是有一些名言吗？里根把这个苏联形容成邪恶的帝国，然后他就针对这个邪恶的帝国搞了一系列的战，一个冷战。除了冷战以外，他就设计了一个经济战。经济战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个石油价格上打垮苏联。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能源出口国，他是拿能源出口来换回外汇，再向西欧购买技术，才能够维持跟美国的武器竞争。但是呢，如果要打它的这个弱处呢，就是要把这个石油价格打下来。把石油价格打下来的话，这个苏联每年出口就没有多少外汇赚，没有那么多外汇赚的话，他就买不了那么多技术，他就不能跟美国竞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就跑去说服了沙特阿拉伯的那个王子，说你每天给世界市场上多提供100万桶石油。那沙特因为是跟美国有一种专特殊的这种同盟关系，美国是给沙特提供这个军事防卫的，然后沙特基本上得听着美国的，所以沙特就确实这个每天给市场上多提供了100万桶石油，这一下子让石油价格哗拼命的往下掉。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苏联就坚持不住了，苏联后来就是因为财政问题拖垮了苏联。刚才讲到八十年代拉美主权危机，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生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都跟这个背景有关系，包括当时英国和马尔维纳斯发生的那个和阿根廷发生的那场那个马尔维纳斯战争，然后最后是以英国打垮了阿根廷政府，打垮了阿根廷军队，最后结束了这个事儿。实际上这场战争就是给拉美这些国家点颜色看的一个行为。当时这个阿根廷之所以去惹英国去攻那个岛，也是因为就是主权债务危机。阿根廷也是当年参与了这个开发石油的这个借钱的这个活动，然后突然阿根廷债务还不起了，然后出事了，然后阿根廷的军政府呢就要参与了当时那个主权债务危机当时赖账的行为，就是说我就是还不起了，我就不还了。然后不还了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就在阿根廷搞了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这个时候阿根廷为了表示他的这个军政府得到民众的支持吧，他就去占领马尔维纳斯岛，占领要收复马尔维纳斯岛，在收复了马尔维纳斯岛的同时呢，就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一片支持，一下这个民众都支持这个阿根廷军政府。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儿如果要让这个事儿成功了的话，那么就说明阿根廷政府这种赖账的行为是可以行得通的，那就等于说让其他的拉美国家都可以模仿这个行为，那就是这个英美的这种资本集团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于是英国就打了一场战争，把这个阿根廷这个军队打败了，阿根廷政府也倒台了，然后整个的这个所谓这个
拉美债务危机，就是想拖债、想欠债不还的这个事儿就彻底完蛋了。然后后来也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就进行了由这个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接管的一系列的拉美债务重组。拉美就是从那个时候到一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没缓过劲儿来，就是因为这个债务折腾得一塌糊涂。所以今天我们在舆论中间经常看到是这个什么中等收入的陷阱，其实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主权的陷阱，就是基本上那个时代都是认为说那为什么拉美国家是典型的进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就是他们当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因为这次债务彻底陷进去了以后，而他们想赖账又没赖成，最后这些国家都是在债务重组中间完完全全被拖垮了。到今天为止，这些国家仍然被债务拖得焦头烂额。非洲国家有一些也是当年参与到的，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讨论给非洲国家这个减债的时候，有很多债务还是当年因为那个时候开发石油欠下的，所以当时是个很大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别就是不能够一味的只看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要预防债务中等收入的陷阱，其实中等收入的陷阱不是那么多，有很大问题上是因为你失去了主权，你的债务被别人安排了以后，你就永远走不出来了，你就这真是永远陷到这个陷阱里就走不出来了，不是说因为你自己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国际的问题。重新讲这个，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因为特里芬就是刚才讲到了那个说明了那个美国悖论的这个问题，然后因为后一阵的这个所有的美元的悖论呢，特里芬非常生气，就是美国人因为可以不守他的诺言违约了嘛，就破坏了一个国际体系，干脆就让这个美元随意浮动随意贬值，然后特里芬就很生气，他就从美国退休了，他提前退休了，甚至没到年纪都退休了，他回到了欧洲，因为他是比利时人，他回到欧洲以后呢，恰巧当时这个我们讲的欧盟委员会，现在就讲欧盟委员会，实际上他叫欧洲委员会，就是原来现在叫欧盟，当年叫欧共体，欧共体的执行机构叫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当时的主席是个比利时人叫詹金斯，然后他跟这个特里芬是好朋友，所以呢特里芬就跟这个詹金斯提出来了，他说哎呀，他说对付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无理的国家，你必须有两手准备，要有胡萝卜要有大棒，你胡萝卜就是你的统一市场对他是个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他有时候会不讲道理，你必须有一个大棒去打他，这个大棒是什么，你就要脱离美元的控制，你要自己搞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汇率，而这个汇率呢是跟他没关系的，所以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欧洲汇率共同浮动这么一个设想，然后恰恰呢这个时候他这个设想提出来的时候呢，在法德，因为法德这两个国家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最主要的核心力量，当时的法德两个领导人一个是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多萨，一个是西德的总理那个施密特，这两个人都是财政部长出身，都当过财政部长在国内，所以对这个国际货币问题对这些问题非常通，所以他们两个当了法德领导人以后，他们就是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特里芬的这个建议，于是乎就建立了一套这个叫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货币体系就是第一次让整个西欧的这些国家，他们自己的贸易是最主要的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不围绕着美元转的货币体系，就是他们的贸易、他们的结算、他们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货币玩，而不经过美元了。过去都是要经过美元，现在又不经过美元，这项他对美元的需求就大大弱，然后就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后来才建成了今天的欧元。就在这个八十年代还出生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是七十年代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就八十年代的挑战，就是说这个日元日本经济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后在80年代85年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在纽约的广场就开了一个会，就是当时的七国，还不是现在的这个八国或者什么20国，七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那个地方讨论这个世界平衡问题，就逼着这个日元和希特马克升值相对应，然后一升值以后呢。这个日本就突然觉得有钱了，然后日本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楼市泡沫。日元升值了，造成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就是整个那个时代的泡沫经济。这个时候呢，日本又实行了一个什么泡沫经济金融自由化，因为在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时呢，美国人也要求日本全面的开放金融，所以呢，也就在80年代中期呢，日本就解除了它的那些金融管制，比如说金融市场啊、这个资本账户啊、货币自由兑换啊等等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呢，比如中国还不是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这个金融资本市场，就我们的资本账户是不能开放的，所以呢，你的人民币是不能够随便自由兑换的。就是我们虽然比如说每年你可以兑换很大程度上的这个，比如说每年可以换5万美元的这个钱贷出去，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换成美元，因为它是有规定的，有标准的。那同样，你做生意，你必须得证明你的生意是哪一笔实际的生意，你才能把多少美元换成人民币，或者把多少人民币换成外汇，换成美元或者欧元。这也就是这是我们对资本是有管制的，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之前，日本也是有管制的，但是在日元升值的过程中间呢，美国要求日本解除了所有的这些管制。在解除了管制和这个日元可以随便兑换的过程中间呢，由于日本的泡沫暴涨，所以到80年代后期就产生了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日本人突然担心他的泡沫太大，而这个时候呢，在日本继续投资这些事情，已经不如到美国去投资了。所以这时候，日本的公司开始，日本的个人也参与了时间，拼命的把投资转向美国。因为当时啊，日本的房价到什么高到什么地方？日本的地，也就是房价高，也是地皮价高到什么地步？就它地皮价，就是日本的皇宫的土地价值，已经等于整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地价值，就是这么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的企业和日本的个人都觉得，那我既然可以这么投资的话，我不如干脆把我的钱拿到那个美国去投资。所以呢，后来日本人大量的去美国买房地产，80年代后期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当日本的资本大量的流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巴塞尔二协议，也就是说，美国挑头，在瑞士的巴塞尔银行，就国际清算银行所在地，要求提高这个所谓银行资本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是可能是对你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在国际这个银行界有那么一个银行协会式的组织，叫国际清算银行。国际清算银行是位于这个瑞士巴塞尔的那么一个地方，它的成员是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巴塞尔这个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际清算银行呢，是给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来定规则、定规矩的那么一个玩意儿。然后呢，最近呢，因为这一次又出现了一次大的经济危机，所以这个国际清算银行又出了另一个标准，叫巴塞尔三。最近银行界都在探讨巴塞尔三的标准是不是能行，但是中国银行界对中国的各个银行的标准要求，甚至要高于巴塞尔三的标准，所以这一次巴塞尔三出来，不会对中国的银行界有什么影响。但是当年
巴塞尔二的出笼对日本的银行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塞尔二的最根本的道理就是要每个银行自己的自我资产一定要相当于它贷款的8%以上，而日本银行的自有资产是非常低的。所以呢，等到这个协议一出来之后，日本银行就只好要拼命的要收回它的贷款，就是说它如果达不到这个自有资产达不到它这个放款的这个8%的话，它就要受惩罚。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收回能收回的贷款就赶紧收回的。然后在日本银行这些银行界拼命收回贷款的同时呢，就突然产生了一个信贷不足了，信贷链，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在金融里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的资金链不能断。那个1933年的危机也是因为这个资金链断了，这个时候资金链一断就咵，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泡沫就破裂，就彻底的就是日本经济就陷入了一场大的衰退。到现在为止仍然日本还没有走出当年的衰退，当然里边有很多别的问题。然后90年代初的时候，在欧洲又产生了一场新的那个货币危机，因为当时还没有实现统一的货币，那个时候搞的是那个联系汇率制度。当时呢，我如果大家要关心这个国际新闻的话，大家会知道当年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的一个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去投机英镑，然后呢就把英镑给打垮了。打垮了英镑之后呢，他在一夜之间赚了大概10亿美元的这个马克，就是他用马克来投机英镑嘛，所以他赚了10亿美元的马克。而同时为了守住这个投机的这种造成的汇率的压力吧，这个欧洲各个中央银行大概损失了有60多亿美元。所以当时是一个就可以看出这个货币危机啊对它的影响。然后就是97年的亚洲也产生了危机。亚洲的危机呢也部分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亚洲呢我们讲到了一直它是一种美元的影子区，所以呢它是隐形的美元区，就是各国货币都是跟美元挂钩的一种固定汇率制度。中国很长时间内也是一种这个跟人民币跟美元挂钩的一种汇率，直到这个2005年才变了，才开始变了，在很差，在那个尤其在亚洲危机的时候一下就跟这个美元挂钩了。但是呢这个中国跟美元挂钩却恰恰是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后，之前中国跟美元呢虽然是比较固定的这个汇率，但是还是有不时的有一些升值的表现。9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个什么东西，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这个国际货币组织就开始搞了一个所谓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叫推向这个全世界，让全世界开放市场啊，搞那个自由。然后这所有的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呢被一个美国经济学家总结为华盛顿共识，这个大家肯定有时候在媒体上能见到这个词。后来因为中国人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把这个事儿说成是北京共识和这个华盛顿共识之间的矛盾，所以当时呢就是也搞了一个华盛顿共识，然后亚洲国家的大概都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就是搞这个金融自由化呀，开放资本账户啊，然后但是美元的这个货币与美元挂钩。所以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些国家开始都是跟这个美元挂钩了。开始的时候挂钩没有问题，因为当时美元不是一个强势货币。但是我们想要从90年代后期开始美元逐渐走强，这个时候跟美元挂钩的这些货币呢就有问题了，就是它的这个货币越来越强了，它的出口就受到影响。然后这些国家到97年的时候就出事儿。美元逐渐走强是有什么道理？是有一个特殊的道理，就是90年代后期啊，美国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IT 泡沫开始发泡，就是美国的那个
这个互联网技术啊、电子技术啊这些技术，跟这些有关的这个东西，在股市上开始冒泡。爆泡的以后，大家都去美国投资，这个时候呢，美元就走强。美元走强是因为美元需求多，比如你是一个外国人，你要到美国去投资，你要去买微软的债，这个股票，要买什么？你要把你的资产换成美元，你才能去买。所以你大家都想去买，去买美元的时候，美元自动的汇率就往上涨，所以美元就变得非常坚挺。而这些亚洲货币都跟美元一样挂着钩的时候，美元坚挺，他们也坚挺，他们的货币也汇率往上涨，那他们对外出口就有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像美国那样去出口微软啊，去出口这些产品。所以在最后的这个时候，是因为美元的资产错配，它的债务错配，造成了这个亚洲国家突然陷入了这个危机。然后呢，随后就是说这个事儿就造成了欧元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也是因为欧元开始形成了以后，整个二十一世纪以来，让美国的资产拼命的往欧洲转，特别是这个刚刚加入欧元区的那几个国家，像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比较高。而在这个加入欧元之前呢，他们这些国家的债务是有风险的，所以他们这些国家借债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就是他们当时的借债权都是在10%左右的利息率。但是突然到了进了欧元区以后呢，这些国家被美国的评级机构，所以美国的评级机构被在欧洲受到很大的指责，被他们都评为3A级的债券。这样的话，大家都去可以随便买他们的债券，一下呢，像希腊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的债券，过去都在很高的那个借债率，所以他们不敢随便借债的情况下，他们突然的债务利息变到了跟德国一样低。当时这些国家的这个发债的利息啊，比德国只高不到2%，非常非常，基本上不到0.2%，不是不到2%，不到0.2%，就基本上持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大量的资本都进去了，然后这些国家就觉得借债很便宜啊，然后就借债过度啊，突然债务爆发了。还有一点就是说，等到这个主要是西班牙和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都是因为突然美国的资本终止了，开始是美国资本大量的流入，使得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超级的繁荣，房地产啊什么都开始往外冒得很。结果美国那边次贷一爆发，这个金融危机一爆发，开始美国机构开始突然从那个欧洲往回撤钱，就有点像1929年那个危机爆发的时候一样，美国经济突然把钱从欧洲撤回去，一下就让债务链断了。这次也是同样的道理，突然这个次贷危机爆发以后，2008年雷曼兄弟一倒闭以后，美国的金融机构都需要资金，就从欧洲撤回资金的时候，哗啦，欧洲的资金链就断了。欧洲资金链一断，这个债务危机就爆发了。然后一爆发以后呢，因为这些欧洲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金融之间用互相的联系，所以呢，他这个金融机构一出事以后，各个国家政府要对他自己的银行体系负责。比如像西班牙，他的这个房地产泡沫一破以后，他的银行就有大量的坏账，为了弥补这个坏账呢，西班牙政府就要拿财政的权去给银行支持。然后西班牙本来这个他的主权债务水平是非常好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突然要拿很多钱去帮助自己的银行，就使他的主权债务迅速变坏，迅速财政就出问题了，然后他的主权债务在市场上就一下出了问题了。许多问题都是突然发生的，不是一种长期积累的事情。而美国呢，就是美国的霸权这时候出现了问题。美元的霸权呢，是因为它有几方面造成的，一个是美国经济的空心化，造成了它的生产转移大量的转移到亚洲，他自己觉得那个生产实在不值，就把大量的生产从美国转到，原来是转到欧洲，后来就转到亚洲。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了两场的战争，打了两场战争呢，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就是说大概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花费了大概有50000亿美元的这个战争费用，而最后等到他出事儿的时候，他需要拿出来这个当时因为这个雷曼兄弟倒地而突然造成恐慌的时候，美国政府要拿出来救急，来救急这些这个金融机构的时候，需要7000亿美元的这个紧急贷款、紧急救款，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鲍尔森拿不出来嘛，去求这个美国国会额外的批他这个7000万美元的这个贷款。这个时候，这个斯蒂格利茨就嘲笑美国国会说：“你们干的荒唐事儿，你们可以打一场50000亿美元的这个战争，不知道为了什么。等到你们真要救你们的这个金融债务的时候，你们7000亿美元都拿不出来。”所以这个战争也给他造成一个黑洞，然后最后当然还是造成他这个压断了这个所谓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引发了剧烈的金融危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美联储呢就拼命的往这个金融体系里面注水，就拼命的打开了货币的水龙头。人家说开玩笑说，打开了货币的水龙头，就是拼命往里注水。我们讲就是印票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又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措施，把他的这个危机大的这些企业，就两房吧，房利美、房地美这两个房贷企业，完全国有化了，这样才使他避免了一个最坏的结果。但是呢，美元已经开始不信任了，然后他这个金融危机也开始产生了。就是这个里面有几个道理，就是美国的这个债务也迅速的恶化。迅速恶化到现在呢，它现在的这个年赤字率等于它经济总额的10%左右。这个东西是无法持久的。到今年为止，美国的债务占它 GDP 占它经济总量的那个比例已经是100几%了，就是非常非常高了。然后在这么高的水平下呢，基本上它就无法让他的这个水平留在这儿。金融界的人士算过一个测算，说如果美国人不节衣缩食，也就不砍他的财政的话，他如果要维持他的这个债务水平不变的话，美国需要最起码5%到6%的年经济增长率，才可能维持100%的这个债务水平不变。那我们想，这美国它是一个成熟经济，一个成熟经济它不可能有像中国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它没有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话，它财政没有这么多增长的话，它的债务就不可避免的要年年增长，而年年增长的结果是什么？是它的债务利息会变得越来越重，变得不可承受。对不起。美国的这个国会预算局曾经给他们做过一个普算嘛，一个预测，他们就说，如果美国这个10%的年度赤字是因为危机，因为这个东西也没过造成的，那么等到稍微这个阶段过去以后，我们把它的年度这个财政赤字降到3%。即使按照这个水平来算，如果美国经济还是这样1%、2%的水平增长的话，那么到2030年、2040年，美国的财政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到2040年以后，美国的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债务利息的比例，就可能要占到50%多、58%。他说。那就是说，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1半以上要用来支付它的债务利息。如果到那个份上，你想这个政府还怎么运作？
那个政府就没有能力维持他这么大的军费开支啊，这么大的这个福利开支啊，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的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来复印你的这个付的债务利息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前景。因此呢，就使得人们确确实实怀疑这个美国的债务它可持续性有多大，也就是说美元的霸权来自于美人们外部投资者对这个美国支付他债务的能力的这种怀疑。如果人家大家都开始怀疑这个东西了，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肯定美元要不断的往下走，因为大家都会想办法在这个之前把这个美元投资撤出来。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历史的结果证明，在这么大债务情况下，你要摆脱唯一债务的唯一办法，除了战争去抢别人的资产以外，唯一的办法就是靠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你冲击自己债务让你的债权人受苦的唯一办法。而在历史上，在前一阵子有两个美国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历史的估算，他认为200年的西方经济史几乎证明，毫无例外的证明，所有的这些主权债务最后都是靠通货膨胀走出来的。他就建议美国政府一定要把他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定在4%到6%之间，也就是说6%吧。然后斯蒂格利茨就给他算了一个账，说如果美国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6%的话，那么经过10年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就可以把他的实际债务减少1/3，1/3就甩给他的债权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这个事儿在美国就引起了很大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了。一个我们刚看到是占领华尔街，另外呢就是现在它引起了很大的我们这个新闻里不断在讲的财政悬崖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政府和议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这个政府说我需要维持一定数量的这个财政赤字才能够维持我的政府运行，那个议会说不行，不给你了，不让你再借债了。所以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使得他的经济政策什么东西都非常困难，也就使得这个事情呢有很大的那个困难。就是美元的危机，就现在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美元的危机。美元的危机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它也提供了巨大机遇。第一个就是外汇储备的贬值。你那个人过去中国是那个最大的外汇储备贬值，第二个呢是人民币被迫升值，美元贬值就是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升值呢就对中国来说呢它有一定的坏处，就是最起码它使我们的出口产业受到很大的威胁，就是你的出口竞争力减了。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它就是造成了什么热钱一会儿流入一会儿流出，给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今年上半年就是造成了什么东西，就是因为美国美元的这些东西呢流动，造成了上半年的时候人们预言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好了，因为中国现在你看不到什么地方投资会有很大的盈利，因为这个外部市场萎缩造成了中国的产能过剩明显，很多行业里为什么今年这个统计数据证明我们的企业的利润在大幅的缩水，是因为你的那个产能过剩，你需要消化产能过剩的过程中间你的企业利润就下降，这时候你企业投资你是不盈利的，房地产投资因为限制房价你也不盈利的，好像说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投资了。然后呢说人民币大概跟美元的汇率也涨到头了，这个时候大量的资本撤离中国，就一下就引起了一个人民币这个贬值的预期，在这个远期市场上甚至产生这个人民币贬值。然后呢突然到现在到前两天统计数据证明这个中国经济又好转了，这个外电又开始说这个中国经济已经转着陆了，
什么事儿又好了，然后资本开始又开始往回流，现在又开始有大量的资本流入中国。这个资本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就使得你的宏观经济很不稳定，你不知道怎么去定你的这个货币政策，你不敢那个在这上做特别大的那个的动作。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但是同时呢，它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因为别人都看到了，因为美元前景未卜，很有可能，刚才按照我说的那些道理来讲呢，就美元未来肯定一定要是贬值的，它如果不贬值的话，它的债务是不可承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光是中国人看到这一点了，其他人也看到这一点。而欧元呢，因为现在它这个它直到找出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办法之前，欧元的前景也一直不是特别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别人都看好人民币，所以呢，使用人民币的范围在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很多很多国家都开始在交易人民币，特别是在伦敦和新加坡这两个市场上，人民币交易在最近几个月这个呈迅速上扬的势头。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预示着人们只要中国还保持它的经济增长和保持它基本的价格稳定，基本的物价稳定，这样的话呢，人们就很会愿意使用人民币来代替过去一些程度上的使用的美元。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美国那个经济学家的预言了，他说人民币一定会成为东亚地区的货币。现在已经东亚地区比如东盟国家已经在开始大量的储备人民币，而且跟这些国家的贸易很多都是以人民币结算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都预测未来呢，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将会形成一种三分天下的局面。然后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如果未来中国的企业都可以拿人民币来结算，拿人民币来计算的话，它就会大大的减少它的这个汇率风险。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就会稳定的多，你使用人民币能够在世界上到处去用的话，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任何一个公民来说，那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然后这种趋势的发展呢，可能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好处，虽然中国可能要经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来回贬值的风险和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人民币能被在更大的程度上被这个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利大于弊的事情吧。好，我大概基本今天就讲这些问题，谢谢大家。好，谢谢丁老师。通过丁老师刚才的讲座呢，让我们了解了美元霸权的一个兴衰史。其实了解美元的霸权呢，也是了解对于我们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展形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让我们在座的朋友跟丁老师呢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呢可以把问题写在纸片上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好，这会儿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丁老师，有两件事呢大家也比较关注。一件呢就是中国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就是用人民币结算进口其原油，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八月份的时候默克尔到访中国，也已经呢公告就是中德两国的贸易呢结算可以用彼此的货币。但是不久呢就是希拉里来到了中国，他的来的这个意图呢非常明显，就是要中国不要与欧洲结盟，尤其是不可采用这个彼此的货币，尤其这个贸易当中不采用这个彼此的货币啊。那么就想问丁老师，就是默克尔他为什么要与中国来谈这个货币置换？那么希拉里的到访又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个就是直接的关系到美元霸权的问题。因为中国和欧盟，这个中国是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个有一年，现在好像不完全是，有一年中国也是欧盟的最大市场。然后在这么大的这种这么好的这个贸易伙伴关系中间呢，如果你要看细节呢，我会发现可能还有70%的贸易往来是以美元结算的，中欧之间。
有很大的这个交易是以美元结算，而不是以欧元，也不是以人民币。尽管这个欧元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货币了，中国也有很多的欧元储备，但是在贸易上面还有很多不是拿欧元结算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有必要来扩大这个，比如中国扩大对欧元的使用，然后欧洲扩大对人民币的使用，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政府的目标之一，而让欧元稳定下来，让欧元成为更重要的储备货币，也是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意愿，所以这个符合双方的这个需求。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扩大这种东西的话，它确确实实威胁到美元的使用，威胁到美元的霸权，所以这个美国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就是很正常的。俄罗斯的反应也是这样，就是俄罗斯也是，对于俄罗斯本身来讲，这个打破美元的垄断，这个使得俄罗斯的储备，因为俄罗斯也是一个这个外汇储备大国，它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所以它也是一个外汇储备大国，所以对俄罗斯来说，让它的储备多元化，特别是来预防将来美元危机带来对它给它的话可以带来的这个损失吧，也是它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看到人民币现在国际化的势头，看到这个人民币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看到未来这个中俄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吧，很容易想到他会这个要跟中国搞这种货币互换。他是第一，其实俄罗斯在这个事情之前很早他就开始在莫斯科搞了人民币的挂牌交易了，也就是说他在两三年前他已经看到了俄罗斯人民币在俄罗斯的使用前景，他已经在开始在市面上交易人民币了，所以这不是偶然。我觉得未来中俄之间的经济联系只可能越来越密切，是有一个迹象，是因为美国在大力的开发页岩气，而且美国宣布从明年开始到2015年会向欧洲大量的出口这个天然气，而这个欧洲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美国要挤压俄罗斯的这个出口市场的话，俄罗斯最后只能转向中国，所以现在跟中国加强货币的合作也是为未来做一个铺垫。好，谢谢丁老师。我们在座的朋友呢都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比较担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美国第一大债主，但是呢中国又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中国西部啊、农村还有社会保障都需要大量钱，那么我们拿出这么多钱去买国债，那会对中国的经济损失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这是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啊，想请丁老师给我们说一说。是这样的，是就是说外汇储备和这个我们对开发西部和或者说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吧，是两本账，它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不能通的。所以呢，不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或者什么东西，我们就影响到了比如中国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或者对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主要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外汇储备是怎么回事，外汇储备的来源是怎么回事。外汇储备的来源呢，是它主要有两个地方来，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出口，比如说我们出口多进口少，我们就会有一部分的外汇来源。其实虽然这部分钱是这个企业挣的，因为它不是国家的，就是也就是简单的说，外汇储备不是国家资产，不是国家兜里的钱拿出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不是那么回事。外汇资产是外汇，是这个放在国家那儿管理的，国家暂时管理的一小部分，这个以外币计算的债权。这个债权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你是部分的暂时的管的，不是全部都是你的资产。简单给大家做个比喻，就是银行和储户的关系。银行有很多钱，但是这些钱不都是银行的钱。银行里边的这些钱有很多是你的，是我的，是大家储户放在银行里的钱，对不对？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所以说银行你有多少资产，那个东西不是都是你银行的钱，因此也就是换句话说，你不能把银行的钱都分了，你把银行钱都分了的话，你自己也没了，你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很多都是你放在银行的。
那个外汇储备也是，外汇储备的是企业对外出口它有盈余，然后它把这个盈余的东西放在国家那个外汇那个管理局那儿暂时放一放，然后外汇管理局就可以拿这个钱去，比如说去买一些美国的国库券啊，去买一些什么的欧洲的国库券啊，那国库券是有收益的，否则他如果替你管那些外币的现金，他没有任何收益。他如果买了一些债权的话，他就有一些收益。那跟银行拿了你储户的钱去借钱给工业企业去投资，然后从工业企业那个里面去拿回一些利息是一个道理，是吧？银行拿了你储户的钱不是放在那儿，放在那儿就没意义了。他一定要拿着你们储户的钱去投资，投资他就有收益了。这个收益呢，他分给你一部分，他另外就是银行的利润，他就有收益了。外汇储备也是一样，你出口企业把这些钱都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去管，外汇管理局可以拿这些现金去做买一些投，搞一些直接投资，搞一些间接投资，然后这些投资是有收益的，这些收益呢是可以你是以作为这个利息的形式分给这些这个储户，也是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的收益，但是它不是这个不你不能说。拿它来去做给什么东西来扶贫的，来搞建设，是啊是啊，那都跟它没关系。那个是属于国家财政的钱，国家财政的钱跟外汇储备的钱是两回事，两笔账，两笔钱是不能够这个互相算起来的，不是一回事。嗯，好，谢谢丁老师。丁老师在讲座当中呢，也说到了一个未来趋势，就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啊，以后的这个国际货币呢，会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不过呢，从2008年的时候，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呢，让世界呢对于美元的这个信心啊开始降低，于是呢就选择了这个欧元。但是呢，2010年的这个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呢，也让大家呢感觉到欧元呢是灰头土脸的，也支撑不起这样的信心来。那么有人认为，是不是欧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它得不到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府支持，也是有跟这个原因有关系的。想请这个丁老师呢说一说这个欧元的特点。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因为，如果大家仔细看，我刚才讲了一点，这个90年代初的这个欧洲货币市场上的危机和今天的危机有很多相像之处，就是因为虽然他把这个共同汇率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货币，然后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来管来发行，但是因为各个国家之间它的债务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现在投机各国家债务有点像当年投机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有空子可钻的，因为各个国家的东西。然后那个你每次去做一次事情的时候吧，都会引起这个欧元区市场上的紧张，然后欧元区市场上呢就需要开一个政府间的会议，政府间的会议，然后那个大家去做出一个决定，然后怎么来对付市场的投机力量，比如说我去保护给某一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让他保护这个不受这个投机势力的攻击，不受投机攻击的势力的投机呢，它这个债务利息就会降下来。实际上，债务问题就是一个利息的问题。如果你像希腊这样的国家，能够像以前那样，以很低的像德国债务那样的那个利息去筹资的话，它不会有什么债务危机。它的债务危机之所以爆发，就是说它突然借不到钱了，它借的钱都是高利贷。都是10%几、20%几那样的利息，那样的利息就使他根本就还不起。如果他能像以前那样还能借到1%、2%利息的那种债务的话，他只要是我这个债务，我把今天债务还了，我只要明天我也能借到新的钱，我后天才还呢，我不怕，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所有的债务利息都是一个这个利息，所有的债务危机都是由利息太高造成。你现在如果你对市场做出及时的反应的话，市场那个利息只要降下来，这债务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过去的道理是因为欧洲所有的这个欧元区一旦出现这个某一种债券的债务利息的投机的时候，你要去对付这种投机力量的时候，你都需要政府各个政府坐在一起讨论，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个解决办法，这是要很长时间的。这么长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市场投机力量就可以计算，在你出决定之前就是我赚钱的机会，所以政府间力量
在跟一个统一的市场投机力量做打仗的时候，他每次都输，每次都是市场赚钱。而一旦有统一的政府的时候，那市场就不敢跟你玩了，就每次一斗他就失败了。当年这个欧洲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统一汇率，要协调各国政府的行为，协调不了，最后我攻击一个货币把你挤出去，我就赚钱了，索罗斯就赚了英镑的钱了。后来在97年的时候，索罗斯又来搞港币，就想在香港也赚一大笔。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运气差，他就碰上了，因为中国是统一的政府，而且中国政府做决定很快，不需要跟欧洲政府那样讨论来讨论去，有这么多事，这是一个博弈的问题。然后一博弈的话，索罗斯就斗不过香港，他本来说博弈你的港币一定要跌，一定要跌，但是你如果有很大的力量来支撑你港币不跌的话，那过两天他就受不了了。所以在这个香港的博弈问题上，索罗斯就输了。他在当年这个欧洲的货币市场上，他可以一下赚一夜赚这个十几亿美元，这个名声大噪。但是在这个香港的这个赌博问题上，他好像一下亏了几十亿美元，什么都没说就撤出去。就是说，你如果有统一的政府，你政府的决策效率非常高的时候，市场是不敢跟你玩的。现在欧洲的问题就是欧洲没有形成这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对应市场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市场还敢跟你玩。但这个事情最近正在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是因为欧洲央行在今年上半年吧，在五月份左右的时候，欧洲央行行长发表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说我欧洲央行当这些国家的债券出现问题的话，我会无限制的买入来维持这个东西，不让这个事儿出事。结果欧洲央行出了这个宣言声明之后，这个市场基本就稳定下来了。像西班牙、意大利这些问题债券本来是利息很高的，很快就会真的出债务危机的时候，他们的利息一下就降下来了，一下降到这个甚至是在这个危机前的水平之下。所以这一下就给人家提了一个醒，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欧洲走向统一，出现一个统一的能够跟市场真正博弈的这么一个机构，那是那市场也不敢轻易的去玩。好，谢谢丁老师。说到美元霸权呢，其实我们不得不说一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它一个经济核心啊，就是金融自由化。所以呢，我们这里呢，想请丁老师呢，跟我们说一说美元霸权的兴衰呀，它与美国的这个新自由主义之间，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内在联系？好，新自由主义和这个金融自由化是从这个80年代开始玩的东西，就是主要是这个里根上台以后。里根相信那套东西，然后里根在美国开始执行那套东西，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开始执行那套东西，后来搞成为西方世界都在搞。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差不多他把这个东西呢变成了一种向全世界推销的一种药方嘛，就是华盛顿共识。我刚才讲的时候讲到一点，华盛顿共识是他强迫全世界都走新自由主义这个道路，都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一剂药方。他把这个当做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你援助的一个条件，先决条件，你只有接受他这个东西，他才能够给你这些援助。所以呢，在那个从那儿之后呢，很多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条件，就因为你需要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给你的援助，给你的帮助，而你要接受这种帮助的前提就是你要接受这个金融自由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你发现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你很明显的发现，和这个金融自由化之前相比，这个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率是越来越快，发生的越来越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90年代后来发生的，你看，连续的从亚洲到拉美到俄罗斯，不停的在发生这样的危机。当然，这个危机转到最后是跑到在美国发生了，然后在美国爆发了。
当然美国也是用几种办法来伴随这个事儿，开始是等到这个他这个所谓这个技术泡沫吧，就是他的 IT 泡沫破灭了之后，他用房地产泡沫也接了这个东西，接了又接了几年，最后全面泡沫，现在是没有任何一个新的东西能够接这个泡沫，所以呢未来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泡沫能够再让人们产生一种这种投资或者投机的这种热情的话，那么这个美国经济就很可能很难再有一个新一轮的这个增长了。然后这个如果它的增长不够的话，它要把前期的这些坏账都慢慢的消化掉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好，谢谢丁老师。在座的朋友当中呢也问到了啊这个人民币的事情。因为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啊，人民币呢在国际上的地位呢也越来越受全球的关注。那么人民币要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货币，是不是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了呢？想请丁老师这方面给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不完全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是那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个时候的美元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美国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在政治舞台上说话的这个分量都不够重，所以它是它的基础，但它不一定是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即使中国经济开始放慢，但是中国经济保持在7-8%的水平的话，中国经济追上美国经济肯定在2020前一定会实现，肯定它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个设计，需要有一个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它不会自然的发生，美国是通过一系列的设计来完成，就是美元的霸权是通过一系列的设计，一系列的历史的偶然的机会让它证实了它的力量，让人家相信了它的这个好处和什么东西才实现的。说如果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实现的话，即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你人民币也不会自动就变成这个人家愿意使用的这个货币，也是你需要去设计，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你的吸引力。现在但是中国有一些机会，因为中国现在比如中国的对外投资和中国对外援助是世界经济增长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就是危机来这两年，中国对非洲和对拉丁美洲的这个投资和援助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增长加快，变得非常非常快。今年非洲，就是我说的非洲还主要是这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是黑非洲的那部分，黑非洲可能是全球经济里面唯一一个增长今年比去年更强的地区，包括中国在内，今年都不如去年，但是非洲确实是今年比去年还强，就每年都增长特别特别快，而且全球有这么一个表现，叫2012年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转折年，是因为2012年按照购买力评价法计算的话，在全世界经济20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发展中，把中国也当然算是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规模跟发达经济体的规模持平，大家平分天下，各50%，在历史上2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今年是一个转折年。以后因为你看这些刚才我讲到这发达国家的经济还没看到头，看不到头，所以呢有可能他们的经济还在持续一段时间，而这个新兴经济体带动的这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可能未来几年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所以有可能这个整个势头会颠倒过来，就发展中经济体在未来几年会超过发达经济体。好，谢谢丁老师。我们在座的朋友呢，因为现在这个出去旅游机会也很多嘛，所以他们也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到国外去旅游，然后刷信用卡，比如说到日本去买个相机，最后结算的呢是以美元，
啊，尽管跟这个美国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可是这个美元就不请自来了，然后这你这个信用单上面呢就是用美元来记账。那么所以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时候人民可以在海外这个刷信用卡的时候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这种海外债能够收到这种海外债账单？现在正在变，正在变。当然因为确实是过去整个我说亚洲地区都是以这个美元的影子区，所以都是以跟着美元，就是各个国家的汇率都是先走美元，然后再走你本国的汇率，都是这么走来走去的。而随着美元的危机，就是亚洲国家都意识到了要摆脱美元，所以要搞互相之间的东西。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间的汇率的这个调整啊，银行间这个结算系统的这个调整啊，这个反正是在发生，但是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现在这个工商银行正在做一种多币种的结算，就过去的这个工商银行的那个卡都是我比如说到韩国去刷卡，到日本去刷卡，那是经过美元再换成韩元，经过美元再换成日元，是这么走的。但是呢现在他在做几个大币种的那个结算，也就是未来可能就直接以这种币种结算，就人民币直接跟日元结算，人民币直接跟韩元结算，现在正在做。嗯，好，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座朋友比较关心的，人民币还会升值吗？我刚才讲，它是跟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向有关系的，它很大程度上对前阵子人民币曾经有过一个贬值的这个趋势，是因为人们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有硬着陆的风险。中国经济投资的这个盈利的地方不多了，说资本往外投，你这个时候人民币就出现贬值，然后那个现在说你人民币这个中国经济软着陆了，然后将来又有一些领域要能赚钱了，资本开始又往回走，所以这个未来的人民币是总体趋势是一种这个升值的趋势，但是在升值的过程中间会出现这样的锯齿形的那个状的东西。就是它会有这个随着资本的这个走向，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它不会一直一条线的往上走。嗯，所以呢，我们在座朋友接下去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问那丁老师，我们的投资方向在哪里？不是你说中国国内的投资方向还是在外面？对对对，因为现在除了你说到的这个现在海外投资现在有一种热潮，那么我们这里在座的老百姓呢，他们也挺想有这方面的这个投资，这个方向性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可指点的？哦，这是一大困局，就是中国经济一大困局，就是过去几年呢，因为你的股市不太好，然后你的房地产成了一个唯一的投资市场了。所以呢投机性非常强，然后明显的感觉到房地产有很大的泡沫，那是因为它是唯一的投资场所。然后后来现在就把房地产投资给抑制住了，因为你觉得这个风险非常大。这对于宏观经济控制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个微观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你未来是不是能解决，那就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民众投，就是创造新的这个投资的渠道，就是比如说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吧，它更多的是企业的债券，因为企业债券不像这个股市就是股票的那个起伏那么大，然后你是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那个损失。企业的债券呢，它是跟货币连在一块，也就是说它是企业的债，它不能够是，它不像股票似的那个股票跌没了你就没了，它不是，它是说你永远得还你，而且还有加上利息还你。它就是说企业直接融资它比从银行融资更便宜，而且企业直接还你的那个债务利息呢，因为没有银行那个盘剥，所以它肯定比银行的利息要高。所以这个市场如果培养起来的话呢，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这个储户来说，对于这个就是一般中国的民众来说，可能都是个好事。这个是需要大力呼吁的。